台风山陀儿昨天登陆台湾南部地区之后，今天凌晨转弱为热带低压。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，随着中部和东部多个县的威胁已经解除，当局也宣布解除台风警报。危机解除之后，南部多个城市已经复工和重新对外开放，民众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灾后的清场工作。不过，由于高雄市和屏东县的灾情最严重，当局宣布继续停工，直到清场工作结束为止。气象署指出，虽然降雨随着台风转弱之后有所缓和，东部地区有可能在下个星期一迎来东北季风，短暂降雨将会导致当地的气温偏凉。这场台风截至目前共造成了2个人死亡，846个人受伤，1个人下落不明。